不过刚才他说的看电影是什么东西啊？电影啊，你没看过？电影，那约个会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要开会吗？你想看哪部？什么？第一次和女生约会了？虽说是示范，但是这怎么看都是真的约会啊！啊，不行了，好紧张，呼吸不过来了，感觉紧张的要吐出来了。哎嘿，这个好像有意思，十万个崩坏的冷笑。好，就看这个了。好感人！我燃起来了！我起不来了！电影好有意思啊！是啊。不良，我还要再看。那就看这一部吧。串串超人 VS 怪兽。哇！串超人！你怕串串超人了？不是，我怕怪兽。算了，还是不要看这个了。万一怪兽从里面跑出来？不会了，电影只是个影像而已啦，更何况那不是真的怪兽，都是人演的。这样啊，那看吧。